尊上，北境情况吃紧，北境战王姚天策想请您出手相救。这么一点小事，尊上，您是华夏唯一的荣耀战神，对您来说轻而易举的小事，对他们登天还难。也许会，等我也坐下说。陈天，陈天，你给我出来！你这是吃饭看。 5年前你玷污我，成为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，没想到藏到了这里，真是窝囊。退婚吧，你这样的配不上晴儿。好，我知道你可能不甘心，但苏家也不是小气的人，这里是100万，就当是给你的补偿。这毕竟是苏伯父和你父亲。 同意退婚，但把这些垃圾拿走，别脏了我的地。这钱你今天必须收下，否则谁知道你今后会不会继续纠缠情人？你放心好，我对苏晴儿没有丝毫疑心，更不可能去纠缠。赶紧拿这你的东西滚！好大的口气，还真拿自己当太子爷呢？你只是一个。 不识时务的废物！秋蝉，太过早了。相公的事儿，我是北境战王姚天策的手下追星，我家主子派我给您送来贺礼。北境战王姚天策，狼王夜食珠一颗。 今年壬申时猪，血运是末20条，黄金50000两。他可真是有心了，可这些东西我用不上，回去告诉姚天策，该出手时我自会出手。秋蝉，送客，以后别什么垃圾。 哎，别！尊上，查到了，北川苏家苏玉昌养女苏阮，原来是她。苏小姐还有一个5岁的女儿苏悠悠。5岁，我的，看来这5年她比我想象中过得还要苦。尊上，还有一件事，3天后苏小姐就要。 说，就要和北川王家死去的小少爷配阴婚了。配阴婚，好大的胆！尊上息怒。走。
去出去。这王家还真是靠谱，这三光两头，搞发酵花子。爸，这夏片也只是走个过场，谁不知道苏软嫁过去是配阴婚啊？那费那些钱干什么？再说了，还有三天就成亲了，也来不及了。只要这婚一结啊，咱马上就可以拿到王家的推荐信了。到时候，瑞丰大厦的拍卖权，我们可就胜券在握了。北川的商机，我们也算是坐稳了。说你能不能闭嘴呀、啊，你个丧门星！死的又不是你，哭什么哭？爸爸，求你了，别拿我走，我不能嫁人，悠悠才五岁。苏软，你别忘了。这五年都是谁出钱养你那个杂种？又是谁出钱照顾你那个病秧子母亲？养条狗也要知道报恩吧？玉芳，还是能不能别让我嫁给一个死人啊？我求你了！不能你，你还真有你看看他这个样子，活脱脱的一个受气包，窝囊废。他这副可怜样和他那个妈还真是一模一样。妈因为什么才变成现在的样子？你看你心里清楚。还有，我的女儿叫悠悠，她不是什么野种。那你长本事啊，还敢顶嘴了？在这车上刀，肉臭。说我不嫁，你们全一家谁嫁？给你脸了，马上给我送去王家，立刻！我看谁敢动我的女人！你一个没退婚的废物女婿，你吵什么吵？五年了，你还是生气。你该不会刚被放出来，活不下去了，要饭要到我们苏家来了？沈赞天，当年你对不起我们晴儿。苏家在北川丢尽了你，还敢？当年的事，你女儿恐怕比我更清楚吧？你这话是什么？当年要不是你陷害我，我们沈家也不会落到今天这个地步。你